阿姨，你怎么了？你没事吧？小雪，你能问阿姨干件坏事吗？你说，阿姨想吃蛋糕，想了好久，你能帮我买一块吗？我去给你买蛋糕。 阿姨，你等我！阿姨，你等我！啊！有蛋糕吗？不好意思，蛋糕我们已经卖完了。 需要一个蛋糕，蛋糕是不是下班了？那要不你看别的。我只需要一个蛋糕，什么味道都行，什么样的都行。这个蛋糕真的对我特别重要，求求你了。行，你等着。谢谢。 东哥的手艺，嘿，小雪，时间过了，这是给你阿姨买的蛋糕吧？嗯。说说怎么回事？这怎么还管孩子要东西？哎呦！ 这不是应该的吗？来，小雪给我。你说，这小雪从小到大吃了多少块她晋宁阿姨的蛋糕啊？你跟晋宁说啊，让她好好养着，让小雪都得给请回来。阿姨，她还能吃上蛋糕吗？ 到时候让他看看，都怪我太慢了。不怪你，是你阿姨任性。其实她已经一口东西都吃不下去了。